腺苷酸激酶 ECR.7.4.3 也称为 ATK 或肌激酶，透过调节细胞中三磷酸腺苷 ATP、 二磷酸腺苷 ADP 和一磷酸腺苷 AMP 的水平，来促进细胞能量稳态。腺苷酸激酶 ECR.7.4.3 也称为 ATK 或肌激酶，是一种磷酸转移酶，可催化各种磷酸腺苷 ATP、 ADP 和 AMP 的相互转化。 ATK 透过持续监测细胞内磷酸和苷酸水平，在细胞能量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。腺苷酸激酶 ECR.7.4.3 也称为 ATK 或肌激酶，是一种磷酸转移酶，可催化各种磷酸腺苷 ATP、 ADP 和 AMP 的相互转化。 ATK 透过持续监测细胞内磷酸和苷酸水平，在细胞能量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。